小油库玩。小黄人快跑，开始我们的跑酷之旅。现在更新了这个万圣节关卡，咱们体验一下这个万圣节的任务。第一关还是先做一下这个初始关卡。加速跑步，小黄人工厂，工厂是最这个初始的地图啊。咱们可以控制小黄人撞墙壁，但是并不会失败啊。一些游戏跑酷游戏撞击墙壁就会失败。加速冲刺，摇晃我的手机，飞跃万圣节关卡。万圣节关卡跟普通的这个城市关卡差不多，只不过被给改成这个万圣节的风格，还是有那个小马。好，超大号的这个小黄人疯狂跑跳，